你妈乖，天塌地陷。 老树根、工程公司的弟兄们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！根据情况看，俺们是第一支到达抗震救灾现场的民战组织了。哎，我给你们交代一下啊，这一次，俺们也是受政府的委托，帮助在前线救灾的解放军救援部队疏通到县城的道路。 愚公愈死，俺们都得全力以赴。你好，你好，啊，下面我得给你们提几个要求。哎呀，爹，别提要求了，咱快走吧。啊，好，好，要求就不提了。各就各位，准备开工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来，翻过去，来，鱼。 杨团长，杨明远团长在不在？啊，我就是杨团长。啊，杨团长好啊。俺是老树根工程公司的，俺是董事长，叫刘老韩。这是俺闺女，是总经理，叫刘小庆。我妈早就接到指挥部的通知了，一直啊在盼着你们早点到达。啊，杨团长，现在情况怎么样啊？你们看啊，这片塌方区啊。 是一个小时之前，余震造成的。我们现在距离皖南县城仅仅5公里。来，这边，这是最后一道障碍。如果能够把它打通的话，我们的物资车辆和救援的队伍就可以到达县城。来，快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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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不说良家话，啊！小七，赶紧布置人物，让他们上车，开工。哎，好，开工！快！情况比较严重啊！快，从这边来！王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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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！快送到手术室去！快快！王兴，你要是有什么事儿，我也不活了。 哎，我的脑仁眼还是肉的，你吓死俺了你！李司长有不负责任是吧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我们闹这个？对，二哥，回去我请他吃饭。你混蛋！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哎，回去我请你们吃饭啊。小妹妹，小妹妹，林叔叔。 小叶子，叔叔在呢。好像有可乐。我一会儿给他送来啊。快快快，走，快点。王牛、石总，我是飞狼，你们马上到12号位置，领导受带群众向第7、第8安置点安全撤离。收到。走。
你休息会儿吧，这都已经五天了，你要这么死扛着，不是不行啊！啊，妈，爷爷，王总，哎，王总，王总。 林林金叔叔，你不是什么都能办到吗？把我的腿找回来。